Welcome to Innovation Dialogue. I'm Diana Ding. My voice. My story. My dream. Innovation Dialogue. We are encouraged by their story.今天我们是跟中美企业峰会的创办人总裁沈群先生来聊一下他的中美企业峰会，就是帮美国人实现中国梦，帮中国人呢实现美国梦。沈总你好。你好。这个中美企业峰会什么时候开始的？是2009年开始策划，有这个概念，然后我们第一次呢，开中美企业峰会呢是在2010年。所以到2016年的时候已经是第7届了。跟我们说说你的自己的背景，为什么你想要出来做这么一件事儿呢？是这样，就是作为一个80年代的留学生，也是一个80年代早期在中国的一个传媒人，所以一直呢是在做大型活动和传媒。那么在美国呢，我当时呢有幸成为中国到美国读传播学广播电视学位的第一代的人。您刚说你自己在做那个大型活动，做过哪些大型活动？有，那这个就很多了啊。如果是从今天往前推算的话，我们在中国和美国两地大概都做过十几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啊这个国际的大型活动。譬如说在美国这边呢，比较早的呢，就是在你们旧金山，啊，1997年啊，我们策划实施的这个98中国旧金山民间灯会，啊，那个是当时截止到当时中美建交以来，中方民间出资举办的最大的文化活动。中方民间出资最大的一个活动，那个活动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当时的情况呢，是在旧金山的主流呢是非常有影响力啊，轰动的。我记得很清楚哈，当时我们开幕的那一天啊，美国 ABC 的电视台专门做了一个专题节目，啊，这个女主播上来的第一句话就说，如果我今天告诉你们有一个大型的中国活动在旧金山开幕，你们一定以为是在China Town， 但这次你们错了。在哪儿？这个活动是在渔人码头。Fisherman's Wharf。我们呢，当时是把 Fisherman's Wharf 的这个 Pier 45，整个都租下来45000尺，在里边做了一个，其实按今天的概念来讲呢，是一个叫主题乐园的这么一东西，室内的主题乐园，把中国的灯会啊，江苏的这边的这种风格的灯会，融在整个的主题乐园里。当时你做的还是一种民间的文化的交流活动，但现在呢是中美企业峰会，还是民间的。为什么你要强调民间的？因为是这样，在美国呢，我们做大型活动的时候呢，美国这个机制呢，给我们民间运作这样的大型活动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不需要很多级这个政府来审批。对。同时呢，你在媒体的发布，在组织上呢也很自由，所以呢，在美国呢，我们就比较强调啊，做这个民间的活动。那么但是呢，在这个民间的活动中，我们一如既往呢，也都得到了中国、美国两国政府的这种支持。你刚讲民间啊，我特别有感受，就在美国呢，就是他比较鼓励着草根、多元文化。往往呢，你民间的活动其实呢更容易得民心，得更多人的支持。
对，其实在美国很多经典的活动也都是民间的，是的，都不是国家做的。是 的啊，譬如说我们马上要来到的这个奥斯卡啊，八十几年了，那么它是民间的活动。美国很多重大的包括节庆啊这些活动呢，国际的呢都是民间的。嗯，但你刚刚提到一点，这个民间的活动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对，因为我们呢宗旨，我们这个民间的活动，我们不是因为一种信仰啊，我们只是要推动中美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嗯，所以这个经济文化交流呢，中国和美国政府都非常的支持。嗯，你为什么强调不是一种信仰呢？因为有些人做活动是出于一种宗教的信仰。嗯，那我们倒不是因为这种原因。当你是因为你做一个活动是出于一种宗教的文化信仰的时候呢，往往就会带来很多的这些特别的考虑。你会有很多的支持者，如果他也是信你这个教，你会有很多反对者，如果他不同意你这种教。但是我们做经贸文化交流，中国的美国之间的时候呢，我们跟人的信仰没有关系。所以你不管是信伊斯兰教，还是信基督教，还是信这个佛教，所有不同信仰背景的人都可以在经贸文化交流的平台上汇集起来，大家进行友善的交流。您刚刚说那个信仰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这种信仰，其实我就理解上的信仰，就是你把这个把你的事业也可以当成一种信仰。哦，但你总有人总要信些什么东西，对吧？当然是。那我们再回到这个中美企业峰会啊，已经办了六届了。对，我们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办我们第七届中美企业峰会。前六届的情形大概是什么样的？简单的概括一下哈，就是我们在前三届的时候呢，有一个从小到大的这么一个壮大的过程，但是从第三届呢开始以后呢，我们就一直是在一个稳步的增长的过程。那平均呢，从第三届以后，平均每一年在中美企业峰会期间来美国的，我们发出邀请的中国的企业家呢都超过100人。嗯，这些人呢，他们来自中国的各行各业，但是呢，他们本身都是有一个意愿，就是希望能够在美国呢做些事情，不管是寻找合作伙伴呢，还是寻找投资的机会啊，还是来学习开拓眼界，等等各个方面。总之呢，他们希望在太平洋的这边能够做一点事情。嗯，您这有个口号说的是助力中国人成就美国梦，助力美国人成就中国梦。对于你来讲，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哈，就是中美能够达到这种深度的认同和合作啊。它呢是一个不是一个小梦，它靠我自己一个人呢也不可能实现，但是我觉得我这一生呢努力做这些事儿呢，能够有助于这样的一个梦想，一个理想能够更快的到来。嗯，其实另外一种角度跟我们做的想法，我想说向美国人讲述中国人的故事，然后向中国人讲述美国人的故事，把这个故事我们讲好。对，像我们这一代传媒人，尤其是在80年代到美国来读书呢，我们已经不可避免的自己带有使命感。对，就是一种一种使命感啊，一种这个就是要人生啊不能白白的来走一遭，要成就一点事业，要能给后人留下一点东西，要能让周围人呢能够有所受益啊，是这样一个比较大我的这样一种心态来的。这种使命感呢，其实呢是确实像你说的比较大我，但是对你自己本身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我做这个东西呢给我带来的最大的影响，就是能够坚定我一个信念。嗯，就是我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我自身价值的体现。您觉得你最大的价值是什么？我最大的价值就是我既懂美国，又能够懂中国。所以当我对面对美国的时候，我的中国的价值观在起作用，当我面对中国的时候呢，我的美国价值观在起作用。这对于一个80年代来的留学生，也就是说我们当时大部分都是在中国，不仅是大学毕业，而且
工作过一定时间到美国来读研究生的人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状态，因为我们已经形成了我们的世界观啊，在中国来美国之前，但是到了美国以后呢，我们又受到了很多文化的这种冲击。那么与此同时呢，在冲击中我们也吸收到了很多啊美国文化、美国社会体制方面有意义的元素，啊，于是我们就具有双重的这个血液。我觉得呢，我们就有一种特殊的视角啊，就像我开车一样，我在美国开车，在中国也开车，我一回到美国时候呢，我就变成美国的方式，美国的这种思维啊，我一回到中国的时候呢，就得马上使自己调整成中国的思维。你觉得中国的开车思维是什么样的？中国的开车思维就是不等人抢路啊，原因特别简单，在中国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哈，就是大家都在一种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不好听一点的词儿叫笨命啊，说的好听一点就是争先恐后啊，所以就是我们说像邓小平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谁先富起来，大家都在那儿争呢。嗯，在美国相对来讲呢，经济发展比较平衡，这种心态呢就比较平衡，所以大家在做事儿的时候吧，没有那么去争。但是呢，各有各的好处。听到这儿呢，我觉得你刚刚有一点就是希望中国的人能够懂得美国，然后美国的能够懂得中国，因为你站在这个文化的这个交界点上，你觉得像你办这个中美企业峰会啊，你希望中国的企业家最想让他们知道美国的是什么呢？最想让他们了解的就是美国是一个在经商方面来讲是一个信誉的体系，有信誉的体系，有诚信的体系，同时呢，美国是相对来讲具有更强的契约精神的社会，他们把这两点了解清楚以后呢，就能够对整个美国在面对美国面对商机的时候呢，能有一个更好的基础的心态。其实你想让中国的企业家了解美国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中国企业家了解美国，你又想让美国的企业家了解中国的，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美国了解中国的时候，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要了解中国人现在的心态。中国人现在心态是什么？中国人心态，我刚才说了，就争先恐后。对，就是笨命，就是怕自己被落下。他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是抢着过。原因是，如果说他不抢，换句话说，我们开车的人如果像在美国这样去等人的时候，你就永远过不去，你就过不了了，永远有人从你的车前面经过，你这车就开不动了。在那个体系中，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司机必须得改变自己的习惯，否则的话你就永远无路可走，因为你车的前面全都是人。其实你在办这个中美企业峰会，也是企业家之间的交流啊，你有没有想过，你希望的10年以后或者50年以后，这个中美的交流或者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应该是这样一个情景哈，就是当中国人落地美国的时候，他已经具备一个了解美国社会体系的这样一种心态，同时他能够去遵守美国这个社会中的商业规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成功的概率就要大非常多。就是中国人已经了解美国这个体系，然后也能够自觉地遵守这样的一些规则，对，这样的话成功的体系就会大。同样呢，我觉得美国也应该需要了解中国的很多，因为现在其实处于一个非常的特别的时代。你觉得现在的就是因为像这个开放了10年签证以后啊，我觉得对中国其实中美之间的这个交流会成一个井喷的一个井喷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你觉得看到这里面的机会和挑战是什么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机会非常多啊，它主要的还是由观念上的变化所产生的，对原有本身就有机会，但是由于观念没有准备好，并不认为是机会的这样的机会，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多啊。那么作为中国人呢，10年签证的这个影响呢，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讲呢，不管你在这个签证受益的过程中，你是先是家庭来啊，孩子来啊，还是度假呀，还是旅游啊，因为任何一个原因到达美国的时候，你都不可避免的使自己浸透在美国的这个社会中，于是你就只要你是一个有心人，你就会发现这个社会中对自己
原有的观念的这种不同，那么你就会去分析，你就会去，如果你心态好的话，你就会去理解，会去了解，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具备了更好把握中美之间商业的机会的基础。你刚刚提到了心态好这三个字啊，我想请教一下，心态好有没有几个标准，是什么样叫心态好？什么样心态好？嗯，就是说一个美国人到了中国了，他看见完全不认同的事情在他身边发生了，嗯，他仍然可以采取一种理解的态度，嗯，接纳和理解的态度。回过头来对于中国人来讲，嗯，也一样，来到美国了以后也发现那些完全跟他的价值观或者跟他的想法不一样的事情也可以平静地接受。对，嗯，我可以给你举个具体的例子啊，就是前天啊，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们和这个奥斯卡奖得主在这个交谈，在交谈的中呢，他就说到了一个很具体的事情，就是在中国啊，我们现在的状态呢，就是对残疾人呢关心不够，对社会体制关爱不够，尤其是跟美国社会相比较啊，这个差异很大啊。那么很多呢，美国的人呢，在不了解中国特定的国情的时候，就容易产生一种这个简单来说呢，就是不理解乃至愤怒，就说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对这样对待残疾人，怎么对待这样对待这个啊，这些其实并没有并就是非常无辜，但是在这个社会上也需要有自己生存空间的这个人。嗯，可是他就用了一句话，这个人非常理解中国。哪一句话？他的话就是说，对于残疾人的这个关照，嗯，在中国这个社会现在不是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对，不是最优先的位置。这个话就他说完了以后，我就有很深的体会，就是他能很客观地看这个事情。嗯，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呢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特定的经济阶段的时候，人们的心态都是一种特殊的心态，往往是另外一个阶段人的心态所很难理解的。如果我们能有这样的跨时代、跨越自己的思维的这个时代去理解的这种心态的时候，我觉得彼此之间的融合就会加快，商机就会成倍的增加。这也就是你办这个中美企业峰会的这个目的，可以这么说。嗯，我们这节目呢叫做 Innovation Dialogue， 创新啊。如果讲创新，以你从事的事情有一句话总结是什么？创新就是做没有人做过的事，就是这句话。其实在整个我过去做大型活动的历史上，我就做了很多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嗯，所以你是一个非常爱冒险的人。我觉得是这样，你可一方面你可以这么说，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觉得是说不是说你是否真心的喜爱，是你到达了这个时候了，你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那句话使命感，对，就是你需要怎么做。对，当这个机会来临的时候，你要抓住机会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对，嗯，中美企业峰会就是这样，我们做的时候没有人一个机构啊建立搭建这样一个中美这个企业家之间民间交流的平台。您是最早开始的。我呢，在我的调查中啊，用句官方的话说，就是据不完全统计哈，我们是最早开始的，因为在这之前只有一个叫中美企业家峰会是美方来办的，但是我觉得呢，完全不是我们这种状态。我们不是说北京和洛杉矶，我们是中国和美国，这个概念本身它就是两国的。譬如说，我们每一年的中美企业峰会，我们都要去美国的东西两岸若干个城市。那回过头来，在中国也是一样，我们现在中美企业峰会的会员遍布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一共有3000多会员，所以它确实是中国和美国这样的一个企业家的平台。而且呢，也许在当时第一年或者我们在做第二年的时候，很多人可能有疑虑，说这个活动能继续下去吗？尤其是办到这样的规格，可以不可以？因为也有很多类似的，甭管是在我们和我们几乎同时，还是在我们之后办起来的类似的活动，都没有能持续下去。但是当我们在认真地做我们第七届，拿出我们第七届全部的方案的时候，就没有人怀疑我们能做它的第十届。你觉得其他人没有能够照这个规格做下去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因为它不赚钱。
或者说它很难赚钱。那你赚钱了吗？我也没赚钱。那你为什么继续办呢？因为我觉得能实现我的价值。嗯嗯，就是这么简单。嗯，因为我觉得这个第一呢，我觉得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中国和美国需要，因为为什么需要？是因为中国和美国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有最多的不同，啊，不仅是语言的不同，文化的不同，思维方式的不同，信仰的不同，历史的不同，等等等等。中国和很多其他国家在合作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多的不同，啊，这就是历史的原因。我们美国是在观念上离中国距离最远的国家。如果我们回到亚洲，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亚洲的国家，包括日本，其实和中国都有很多相同之处。嗯，但是只有美国这个距离我们最远的国家，实际上在意识形态上也同样差异最大。基于这样一种差异呢，中间有一个平台能够帮助两方的人能够去理解对方，就变得非常的必要。嗯，我相信其实这个不同啊也正是机会所在，因为这个 diversity 就是因为不同才有更多的碰撞，有新的东西产生出来，更多的机会在后面。 对，机会呢，我觉得就是越是不同的时候机会可能越好。嗯，所以越是到不同的时候呢，大家在一起要面临这种挑战和这种沟通的时候呢，就是更多的机会在前面。对，就是这样。我们一路走过来啊，到今年呢7年了，一路的例子都在告诉我们，你把握好了以后就能有非常好的商机。我说的不挣钱也不是说我们不愿意挣钱，也不是说以后将永远不挣钱，是说这个事儿和其他的生意比较起来很难挣钱。嗯，因为你的关注点不在于某一个单项的利润，你的关注点在于怎么样把这个平台做好。对，更大的东西在后面。对，你怎么样能够让在这个平台上的不管是美方还是中方的人能够实现对接，能够完成他们商机的相互的这种融合，最终能够捕获到商机，能够创造利润，而不是你自己在这个平台中怎么样去把握这个利润。的确是必须要有这样的无私的心啊，才能把这事情办好。对，所有做平台的嗯都需要有公益心，否则不可能持续，也不可能做好。嗯，就一件事能够坚持6年7年这样去做的时候，一定需要这样的公益心。那今天呢，就是为大家访问到的中美企业峰会的创办人总裁沈群。在下一集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讲一讲第7届的峰会和第7届的这个硅谷创业节呢，让这个峰会呢可以走向硅谷，更多精彩，期待继续跟我们在一起。那么今天呢，这个沈总讲两句话我非常喜欢，就是说这中美企业交流的时候，中美交流的时候要在观念上做好准备，也就是要准备呢你的思维方式的改变。好，谢谢大家的收看，下次再见。我们身处在硅谷，这是世界的创新之都，到底什么是创新呢？未知的一个追求，一个想法，要有梦想，开放和包容，人的一个 nature， 是他生活中需要的东西做出来。它也许呢是一个产品，也许呢是一个文化，也许是一个做事方式，也许呢是一种思想，它可以是任何的东西，就是打破你旧有的思维和传统的限制。这是一档名为《硅谷看世界》的网络电视节目，它创办于2009年，以访谈的形式讲述美国硅谷地区成功华人的打拼经历，在短短的3年间就播出了2000期，点击量超过1000万。亲爱的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今天的硅谷看世界节目。今天要讲这个话题呢叫做云端生活机遇，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呢是在全球打造中国软件品牌。创新呢就像野草一样，野草疯长，真正具有自己的生命力。
我的志愿就是想能够替国家的这个科技事业能够有所帮助。做生意都是应该说是有特性，对，你要跟大家都做的一样就没有特性。对，人得对，对吧？然后这个市场动力得对，然后你有没有创新。我原来一个资料在一个 PC 上，那我现在能不用 PC 去存，那资料放在哪里？就在云端。一个法国人他讲的就比较浪漫一些，你们的产品让我恢复了对人性的信心。 We are sharing something valuable, something good with mainstream America. 硅谷看世界的就是立足硅谷，放眼世界，同时呢也向世界各地的人学习。在硅谷这个地方就是东西文化交界的一个地方，而我们就像一个桥梁一样。